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 Fer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得您信赖。哎，这么脏，你看，我靠，好脏哦！长斑点了，它不错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它还放在棚子下面呢，有一些比它更贵的哦，没有在棚子下面，我算保护得很好了吧 ？Touch your heart 有没有看到？101大楼台湾出租。我跟你讲啊，我决定不撑的啦，阿呆。啊，你要放弃了？对，直接去处理成白的啦 ，Type R 白啦。白的 ，Type R 白啊。哦，好吧。哎，你也不能说不好了啦，我跟你讲啊，连我都怀疑自己的水准的眼光了啊，不要再撑了好不好？黑的呢？不要，白的 Type R 白，我不要再听你的了啦。哦，好了。黑的全部黑妈妈了，你洗，直接处理下去了好不好？这个放弃了，放弃了。这个给开给料的啦，开路贼料路贼啦，啊，没关系，要处理下去，看有没有有缘人，看白色有没有有缘人，还是要给观众票选出来，就是那个橘色，不要再给观众票选，还是咖啡色，不要再给观众朋友选，是不是？对，好啦，那我们就直接把它处理下去，啊，在过程记录一下，观众朋友看二次改造过程，期待成品了哈，不要再撑了啦，不玩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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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没什么，真的不好玩。你的粉红色最后一台了啦，没有啊，用奇奇怪怪的了啦。满意了吧？啊，满意了吧 ？CHR， 我们的 Takushi 本来可以藏身在市区，穿梭在市区之中不被发现，现在开在路上，大家都知道你，这样有比较好吗？这叫做曲高和寡。很多人寄那个日本的 GR CHR 的影片来给我看，对，也是黄色，对不对？也是黄，而且其实跟我们的黄还蛮像的。所以没办法啦，我们这个等于算是有一点未来人的概念，而且这个黄可能在台湾比较难生存，对，三不五时会被招手嘛，嗯，好不好？看一下屋顶改成黑色的悬浮式的屋顶又出现了，又回来了，对啊，又回来了，哦，不要不信邪，卖掉了啦，怎样？烤回来就卖掉了啦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这次选用的白色呢，就跟这个 Type R 是一样的白色，有一点带乳，感觉就像嘉明的味道。
带了一点黄黄的东西，那种颜色，好不好？不是纯白色的啦，是有一点点的奶白。好啦，卖掉了，终于这个车，影片多久了？快半年了，搞不好快半年。10月哦，应该有，那应该对啊，搞不好快半年了，好不好？终于处理掉了，好不好？没有卖不掉的车，只有卖不掉的价钱跟卖不掉的颜色。哎，所以你知道车为什么卖中古车都要挑颜色？对啊，颜色不对为什么都要扣钱？我现在知道了。而且是我们北兰自己人家乱改的，还是为了你们这些要看影片的多花好几万，然后卖了也赔钱，真的赔钱，真的赔钱，赚不到，赚不到就是赚不到。以后影片改车不要乱改了，好不好？后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车主为什么买这台车，好不好？那喜欢影片记得订阅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哎，是说他安全带没改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安全带还是黄的。啊，外面摆的安全带黄的，这样不会很奇怪吗？是也还好。好吧，那就这样了。不要再喷钱了，没钱了。マコトスペシャルデザインストゥディオ、誠意を込めて家作り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谢谢要交车的，你知道我在放这哦？对啊。介绍 OK 啊，放那边拎完的四洋包，我摊点洋包啊。我来看一下这个台还不错，你有去看吗？就是查各个 APP 都好像不错。对，阿大，你知道有一个叫做那个、看那个车牌的吉凶，你知道吗？吉凶。对啊 ，APP。对，啊，我车牌你看一下，哎，感觉出来了。吉凶化吉吉，天下化吉，是生意。你看，对啊。你的凶啊，凶，我刚刚查过了啊，你看，凶带吉。有没有准不准？我一成一败，我一胜一衰，仅靠谨慎。昨天谨慎一点就可以成功了。好，那你先看其他前面的灯。好，我用给你看。好，来，我先发动。小灯，其他是小灯。好，有大灯，有远灯，有有哈，有哈，刹车，有好刹车，倒车，有。你。你为什么会选购这一台？因为觉得买原厂车好像少了一个味道，啊，自己又不会改，哦，干脆就找一个人家帮我们改好的，就自己不用再想那么多。对，想那么多，对对对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阿呆改这一台车就是也符合你的口味，口味。黄色嘞，黄色嘞。他本来就买黄色啊。对，我看的时候是黄色。对他看的是黄色。所以黄色你 OK 吗 ？OK 啊。所以我眼光没问题。对，他跟我说的时候，我说啊，来不及去考漆了。他说啊，为什么新的企划吗？都不是，因为验车验不过，验车验不过，还有点黄光别晒，太黄了，不然就要再淡一点才可以。啊，刚好就哎、要改白色，我就直接问他，他说哎、白色可以，他说可以。其实黑的屋顶是他要求的，害我去阿林阿美，我哎呀，刚卸得好啊，他好酷。哦，寻找现在也是双色，就黑白跟黑，白跟黑对、哦、对，因为这样一定要双色。那、你黄色安全带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如果不要的话，我们这边有人要帮你换。不用不用，我留着。真的哦，可以啊，表示黄色的不错，因为我们那个有一台黄色的车，他说他想装嘛，不用我留着。啊，我帮你们问了啊，没有机会的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耶、yeah ，拜拜。来，一二三，好看这边哦，一二三，再一张。其实还好，那写的你也看不太出来。好，看不出来 ，OK。撕膜有没有？耶、OK， 成功。交车仪式就最后就是贴上去就是完成了。耶、谢谢，太帅了啦！你们出去每天都被人家拍照。来，慢点。慢慢开。对喽。出门在外只有圣帕斯。